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稀有人城市生活报的城市好生活，我是陈欣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北台湾最大的宗庙盛事。这个宗庙盛事是由台北胡氏主办方，因为台北胡氏呢刚好届满75周年，所以呢做了一个水陆巡安迎驾大绕境的活动，时间呢在10月9日礼拜天啊，就是星期日的早上。那当然这个活动会有一整天的行程，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水上巡安的一个活动呢，是由九圣尊神。九圣尊神呢是有哪几个宫庙呢，我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。当然是由台北葫芦寺，然后北港朝天宫、松山慈惠堂、大甲镇南宫、白沙屯拱天宫、大龙洞保安宫、台北关渡宫、麦寮拱范宫，以及社子岛的昆天庭，这九圣的尊神呢会一起来做一个水上巡安的大典。8点钟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这个尊神会在关渡宫，会在台北关渡宫哦，8点的时候会在这边做一个会香的动作，然后呢一起登船啊、哦，一起登船，做一个水上巡安的活动大典就展开了。接下来呢，10点半左右呢，我们会到社子岛的岛头公园来做一个红毯的迎驾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绕境，绕境到就在社子岛这边绕境。中午呢，我们会在社子岛的昆天庭稍作休息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又起驾，从延平北路8段、7段、6段，然后到湖东街，接下来转到重庆北路，再回来6段、5段，然后呢，走到我们的台北胡氏的巷口，就是台北胡氏延平北路5段285巷这边，回到我们台北胡氏。希望呢，我们的中兴大德在这个沿途的路径路线里面，有经过你们家的门口，可以摆上案桌，好、啊、来恭迎我们九圣尊神。好、啊，希望我们三清大德呢，能够共襄盛举，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典礼。10月9号早上八点钟啦、啊、就会在关渡宫。那当然这个路线呢，相关的路线呢，可以大家可以上台北葫芦寺的官网哦，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查询，或者是到台北葫芦寺的庙里面呢来索取 DM， 你就可以得到相关更多的一个资讯。那在这里我更要恭请我们的善心大德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。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也感谢善心大家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。